韩星黄宗泽拥有帅气外形，是痞帅代表之一。自出道以来，花边新闻也不断传出。不过他至今只有公开认爱过女星胡杏儿、杨真，后来的感情生活就一直是个谜。没想到日前有网友爆料称，黄宗泽隐婚生子，而女方则是电视剧《爱情公寓》中饰演咖喱酱的女星万梓琳。虽然有部分网友认为这个消息太假了，但也有人认为爆料内容越离谱越真。随后万梓琳亲自发文强调自己不认识黄先生，她也觉得很离谱，并附上一个目瞪口呆的表情，全盘否认爆料。他在留言区回复粉丝留言时，吐槽现在的爆料张嘴就来，竟然还能登上热搜，似乎对于这样的状况也感到十分傻眼。